这个是我入冬以来买的第一个榴莲，看看怎么样，拿走了，是不是冻了？我今天在外边的车里放了一天，甜度冻了，肉有点水唧唧的了，在外边放一天放的，肉还挺大，不错呀，就瞅这三方肉没亏，看这大胖肉太带劲了，这也我看，哎，26块钱一斤，然后我看它是五房肉，我瞅着形也不错，那个肉的颜色也不错，怎么卖这么便宜呢？我犹豫了好久，看五房肉都挺大，是不是啊？五房大肉哎。就是今天在外面放的，稍微有一点冻的，有点水了。好吃。熟度也刚刚好。冻完还冰冰凉凉的，找这个大胖子，太幸福了。